人气 YouTuber 雷拉与男友汤宇去年登记结婚后，年底宣布怀上二胎喜讯。如今已经怀孕了约六个月的她，近日带着家人到日本东京游玩，也在个人社群平台晒出一家人的合照。照片中，她与老公及大女儿一同穿着亲子装，在大城堡前合照。她表示，这趟旅程要带小孩，又要拍片，让身为孕妇的她身体有些吃不消。不过虽然有点辛苦，仍希望在二胎出生之前，让大女儿能够独享与妈妈两人的时光，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此外，雷拉还翻拍了网络上的热门舞蹈影片，挺着大肚子的她舞姿丝毫不受影响。其中一段连跳四次的动作，令大批网友都替她捏一把冷汗，跟着紧张起来，纷纷提醒她要注意肚子里的宝宝。更有人笑称，宝宝感觉到地震了啦。Bye.